想念是会呼吸的痛。开车，开车。等我一下，我去个厕所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是不是偷检举我？没有啊，哪有？我怎么会检举你？白痴，我是那种人吗？我是那种都喜欢偷偷来的人吗？想太多了吧，狗哥。为什么他们都要搞我？真的啊？为什么都要搞你啊？我真的替你感到可惜。畜生欸，好哭哦，没打野的，抢人家打野。我抢人家打野？人家就说要，人家就是不要辅助人，抢人家打野。这把是我问题吗？玩这个屌样。这把是我问题吗？打野你又逼人家去辅助。难怪他妈的根本下路根本没得打、啊！我他妈的，我吃红，我吃完蓝 buff 的红就没了。你们都不帮我擦眼的，妈的封口眼那些都不擦，他妈怪我啊！你妈鸡巴！我就叫你不要打野，然后你直接把对方的辅助他妈的逼他去辅助，他怎么玩？你觉得我打野在坑的话，其实我觉得你不适合玩这个游戏，你把他删了吧。我没有说你在坑，我是不能把他逼去他不会的路啊！我没有把他逼去不会的路啊！没有吧？他玩辅助啊！我看他都玩那些酒桶啊辅助哎。嗯？有吗？我觉得英雄联盟这个游戏不太友善，我叫你打炉石好不好？伦哥，我们十分钟没拍到，我们分手吧。你坑完我三把，然后跟我分手。我们没有啊，看可不可以改运啊。没差、啊，你就继续这样。你这样的话，你的好友表会少一个人，你的好友名单会少一个人。我怕我会累你观众。你现在要做的事情是负责任。看我打炉石头好痛，拜托，我现在是教你们怎么打炉石好不好？不要看我 rank 21，我其实我觉得我对这个游戏那个前途无可限量的，你们不要在那边逼逼叫好不好？我去香港，你要请我吃饭吗？你坑了我三把，还想我请你吃饭？我请你吃屎吧！我现在我们打到六点，我帮你 carry 回来。好。居然是特哥哦！怎么会爬到特哥？我的天哪！特哥，你不说我还不知道，我排到特哥了，鸡掰！我自己玩，都别找我。妈逼操！妈垃圾队友，整天坑我。操你亲爹！讲的好像你很 carry 一样，鸡掰嘞！鸡掰嘞！我他妈换血都他妈！别！这什么打？妈的狗杂种！我们这把上演联动 ，OK 吗？丁特，你上路？对啊，我上路，我罩你。没从你排队中放一种秘密在场上。怎么这么强？我现在是教你们怎么打炉石好不好？不要看我 rank 21，我其实我觉得我对这个游戏那个前途无可限量的。无可限量的。被我他妈秀的那一起干。嗯？你也只能在团练秀我啦。你打 solo Q， 我他妈一个一个捡出来。你打 solo Q 还不是被我们屌起来打？室友吧。然后现在开实况，我不好意思讲，他妈一直要我讲，操！没啥，我团练被狗哥干爆啊，怎么样，观众？我前两天跟狗哥团练，我被他连干四把，怎么啦？今天狗哥跟我直播三把，连坑我三把，又怎么啦？你说嘛、啊？没有，这个都是意外。怎么样？下路又出什么问题啊，谷歌？这把又有什么问题啊？波比打野，他这样。对啊。那个特哥叫特哥退，特哥快退，特哥他叫你退。哇！你下路又不帮打野。我们现被剿灭，没办法帮。他是打野怎么抢啊？不要！波比，鸡掰嘞！
哎、欸，上路没闪啊，特哥。哎、欸，这边要打、哦。哇，都差一滴血，有这么衰吗？有有有，继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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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多少混战，来来来，我五秒可以发一个大 Q， 撑一下撑一下撑一下，就是现在，有没有多少混战？行啊，我不得不出五输血，我要去拯救我的队友啊，我队友不行了，不行啊老铁，我来帮你们啊兄弟。我现在就像一个神仙下凡的感觉，有没有？我 TP 在那边再杀这个卡米亚，这是硬的吗？无情收割哎，这波还太大了，撑一下，狗哥这个战机，我想跟你说一句话，你看我这个战机，你乖乖的好不好？不要再死了。我们现在只要执行一个战术，推完上路去中路，去完中路再去下路，干这个炮空了，什么都扣掉，好啊，不然他这样还有什么？他这样打队，来啊！妈的，再来啊！那鸡掰、欸，只会欺负我队，有种来了，五个上来了，哇，对都不对，他疯了吧？给你，给你，给你，给你！太爽了，捡到一个头。你可以拿伊斯德啊，那个下路又崩了。不对，狗哥你失手，鸡掰耶！你还笑？你有没有认真对待这一场排位赛？你，我就问你一句，你是不是故意搞我的？不回答。被试甲。哦 ，OK， 被试甲，那合理，那死就合理了，算了。哇！跟我想的一模一样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哲女到了、哦。他死了。哎，那你绕一圈，我们来怼哲女。大路让我你不是说死了吗？我也死了，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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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死了。我可以捅哲女哦。直接挑战，管住了。哎、欸，给我那水！哎、欸，上去了、哦。哎、欸，没事，我在，我在呢，宏伟，顶着，兄弟，我来了，我一秀二，狗哥，我保护你儿子，不要尝试杀我的儿子啊，废物们！他说，好，这都没死，狗哥。真的，狗哥死不了，我在儿子。欸、这个还要不点掉啊？我不点不点不点，杀人杀人杀人！点吗？多人混战了，不跟你拆塔了啦！妈的，这把不杀人赢不了啊！你们这些小杂种，只会这么送头。我真的没管过杰西要出五书鞋去帮你们这些人的，我真的是头皮都发麻了，我现在。儿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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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娃娃儿子娃娃！哇，你这个点燃的，终极菜鸡物种，我的天哪、啊！我们在这里，在这里，我要上，我要上去了，还是？对啊，我拿一支。拿你拿你拿你拿，我上去干他。这个拿着有点危险哎，真的要拿，被抓会崩哦。没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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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就别怕了，妈的，排不出一拳傻逼你也怕？他会崩啊！来了啦我。他们来几个，我射几个就行了吧？不在啊，这都会死。我这不是垂下去了吗？来啊，谁敢来啊？我这差小了。嗯，他来送的吧？你不要太棒了，妈狗哥！他妈打六多，打成这样，干你老师，打个台服也要唧唧歪歪的。你在各个段位打了这么多的场，你还不了解台服吗？就一个字，烂，非常的烂。我们该炸了。哇，狗哥直接开炮，真的大！哦哦，
哦，我这一炮怎么样，丁特？可以，对吧？这一炮打到对面，心态爆炸！哇，这个打炮真的功力，这个不得了。心态爆炸，打炮技术挺好的。对啊，跟你学的。我怎么记得我教过你？你别乱说。白痴哦，刚刚他们就是这样抓我。90块，这卡米尔剩90块，他是乞丐吧？90块，我他妈的路边走路都丢了，那都是90块。还浪费我一个闪现，我300秒的闪现换90块出来，这你妈个大猪肉嘞！哇，糟糕了！我的，为什么？干！我被 shut down 950块哎！哇，狗哥这个大拳啊，好强！哎、欸，好像然而没什么屁用哎、欸。哇，然而我们还是死了两个。不对啊，狗哥怎么被那个达瑞文一直？哇！喂，狗哥！哇！啊你妈，狗哥！你妈的猪肉，狗哥！这什么意思？狗哥来雷的吧？到底是为什么啊？90块，我是食言仔啊！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欸、到了不要了，不要了。波比啊，我靠不了你们了。后面有波比，后面有波比，这边，这边，这边。我、哦，可以吧？可以这么看。哎、欸，你这个怎么样？你这个是什么东西？我要放你！你这个是什么东西，狗哥？不是，丁特。我要放你。没事啊，被得到了。你这个原地开预示者，我学到一课很宝贵的东西。冲他起来！走走走走走！哇！我换一个！走走走走走走！撞撞撞撞撞！很撞很撞很撞！哇！大家棒棒棒棒棒棒棒！呜呜！哇！队友真谢，队友长大了，我这个爸爸已经把你们养成这样了，好不好？真的猜吗？猜！懂猜猜懂猜猜！哇！狗哥这个大绝，完美的！对敌人造成了巨大伤害，0%，完全没有伤害。来，卡米尔，卡米尔，打卡米尔，打卡米尔，剩90块的卡米尔，剩多少钱？走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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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了。你们难道不知道狗哥只能打4保1吗？如果团队核心不是的时候，这样正常发挥。感谢斗内，你们不知道狗哥只能打4保1，确实啊。我们这几把跟狗哥双排都没有人保他，他一直在那哭腰。那我肯定想到他打6都比赛的时候，他是怎么样哭腰他的队友的。妈的，那 HKA 训练生辅助又不会喷我，玩不玩？难怪上不了正选，只能当训练生，肯定是在嘴他的辅助了。然后中路说：“妈的，那个 UDD 又被单杀，玩你妈，玩个露露躺，好好躺不行吗？”啊，那上路那个也是啊，妈船长，船你妈的，谁给你发育啊？赶紧选个什么坦克级上就喷我了。肯定是一直靠背他队友的，没有啊，随便啊，你讲啊，反正观众他妈没屁眼啊，哈哈，又嘴观众了，你看，连观众都可以中枪，我不知道，哇，蛇也大几个，没事，我有接，我把他当儿子捅，哎、欸，那捅飞了没人打、啊，冷静一下，哇，他这样来。有保他，让他有卡你的假象。LOQ 就破。是打我的不？没事啊，三水龙，回一下。回一下，回一下。马上就可以开干了。哦哦，来中，开中。这个什么意思？打歪了，这个场地了。哎，八龙来吧，来吧，八龙。但是有蛇女哎，兄弟。直接吃了蛇女。哇，蛇女大三个，大三个如何啊？啊！要不要跑？哎，听到，听到，听到，走走走走走，你先走。不行，我兄弟打到死不要走，走啊！干走你啊，鸡掰啊！会死，会死，会死，烫死，烫死，累死，鸡掰哎！操你妈！没想到你不会卖我，或是别人早就走了、欸，真的是。没在卖的、哦。没在卖了，打到死啊，真的是。换别人那些什么什么那什么狗什么插金那些早走了，鸡掰了。好啊。还、啊、喂还喂，管他这样扭。波比在左边，敢不敢去挡他？敢敢敢。
我就站在这个位置上面啊，我一棍子把它扯走了。是怎样？五啦，八龙我徒弟，八龙我徒弟。哎，神女没闪没大，死掉死掉。等下八龙我徒弟回去啊。他没闪没大，没闪没大。神女，我他妈的要他吃死整个。这是什么？啊！啊！秋啊！香港炮王杰西就是我林国华。一波一波一波，一波一波一波 ，We can do it。Win win win， 四打六真好玩。要不要杀掉兄弟啊？练拳练拳，要不要练他拳？一句话，兄弟。练，走，啊操你妈！完了，没事，可以。哇，这场是真他妈的累。鸡掰了，必须晚上说杰西要出武术拳去帮那个下路打肿了，他们鸡掰了，真的是。这话怎么说？哇，你们在干嘛？42,058输出哦，这把怎么说？狗哥给我几分？满分。满分行。满分，给你个爱心。谢谢你。我们 keep 吧。继续，我们这台死亡列车永不翻车，走。Let's go.